他的房间里找到一张 PS， 就是怎么学 PS 图，就是教他怎么 PS 的书。这个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对，刚才有个很重要的线索，我们大家楼下听到了，都说她不是女主人，就是女管家，她就是幻想自己是女主人，所以学了。我们大家从下面开始看，从下面往上翻，然后再往上看，先是 baby， 后来是艾米哥，也有些关系啊。解释一下吧，解释一下吧。可以，你可以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剧本杀的规则只有凶手能说谎。这个你为什么要问我们？你自己解释呀。首先讲，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惊讶。我不管你今天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这儿，或者怎么样，你就是我的长相。那天晚上几年？2002年。在这晚上呢，我收到了他给我的便签儿，说第二天6月1号儿童节，我们在黑黑上给你画画画。就是在我被推下山崖的最后一刻，看到 baby 推的，然后后来就被好心人救了。谁都恨他呀。对，我当然知道，就我非常非常生气的就是因为这个，因为他偷了我所有的画，我是一个天才画家，我的画就是这些所有屋里摆的应该是我的画，但他剽窃了我的知识产权。作为创作者来说，这种剽窃，这种抄袭，是罪该万死的。别解了，你解不开，你要能解开，你要能解开，这房子我都给他。他可不是干这。忘了，你给我唱歌。我真忘了。我的老公是。他现在就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他屋才能进你屋。他刚来。啊，通告多少？别解了，真的，你解不开。不能啊，这都这样了。我们干一杯吧。来，等我。咱俩这六人干杯。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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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年快乐。我们搜的也太不细致了。哎，荣誉奖状，大力比赛中表现优异的成员，大力女王佐劳拉同志，在2013年度木兰杯，佐劳拉同志在2015年欧里皮克黑城。他推铅球。佐劳拉女士，你还说你没劲儿？他这个时间是在……我去，你还说你。